好，就在此刻，双十国庆的烟火已经正式开始释放了，26000多发的焰火弹照亮了台中港的夜空。目前情况如何呢？我们要立刻连线到现场，请黄种莹带我们来看看国庆烟火的最新画面。好了，主播，我们看到在台中港国庆烟火晚会的现场呢，是由史无前例的5发20寸的奥运等级的烟火作为华丽的开场序幕。我们来看看现场国庆烟火释放的情形。台中港的现场虽然是刮着7到8级的阵风，但是烟火仍然是照常的释放，没有让等候已久的在场观众们失望。那么这次国庆烟火团队呢，也首次引进了双十足灯，还有特殊的风火轮的打法，让烟火有一个不同面貌的呈现。台中港烟火呢，包括龙马精神、百花齐漾、最斗台中和虎跃台湾等等10个节目，一共长达42分钟的释放。